个合并农促进会的话呢，今天也是春节一个聚会，然后呢本来呢是要 AA 制的，但是呢金金会长说他就是做一个奉献哈，请大家，这样的话呢就是变成了就是何总会请客，金金掏钱。知道就是说这个何总会就是这个第十届理事会以来哈，大家都对何总会的工作都很支持，我们大家都感觉到呢也非常高兴。这次呢这个何总会的这个春节的聚会呢，还邀请了这个几位嘉宾，第一个就是那个淮阳网的这个总编啊，我们这个朱帆先生。还有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自中这个投资贸易中心董事长啊，那个张西忠先生啊，还有就是那个金美勇先生，就是那个小金的弟弟啊，也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他也刚刚下飞机啊。另外呢就是这样的话呢，为什么他当了会长，我们那个这个出董的这个价值啊，不是我们的这个何总会的价值又重一点了啊。然后那个我们陈建新呢是这个浙江商会的名誉会长，好吧？所以的话呢，这个所以我们政会的股票啊，那就是优质股一样，不能上涨了。反正我话也不多说了啊。我们请我们的老会长啊，我们的永久荣誉会长冯恩斗先生给我们讲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来。所以我们隆重推荐我们的余秀莲先生大老板，他也是表示我们孙总会的幕后部长，当然不出面，但是过时间肯定支持啊。首先要感到这个餐厅啊，就是说我们以后开小会和大型的研讨会，高档次的，在后面的大厅上，是一个很好的场所，好吧？掌声，感谢我们一老板。那个餐厅呢，不是外，中餐呢，不是自己可以多。但今天的菜非常不一般，等一下你看知道了，啊。不要讲他的老鸭汤，昨天晚上喝到现在。家乡小吃，开玩笑，你看，品尝前先放开心扉，精神投进去才有味道。啊，我这样吧，我想这样，高档次的会呢，开会有规矩，还要正规规，有点像，有点文化素质的，啊，他们台湾那边一样，熟悉一个该。对于主持者一个尊重，所以的会一个规格吧，我们将在国际上有名堂的这个会，你的开会不像样子，那是没有水平的，习惯了不行啊。所以我认为就是说，今后我们的开会呢，利用这个场地呢，可以搞一个大型的活动就可以，好吧？今天呢，还要忙其他的会将我们的会长来讲，我主要是讲呢，今天呢，除了我们本会以外呢，请我们的嘉宾啊。请我们的鼎鼎大名的张总，还有请我们的华英网的，还有很多同方面的四面八方的人才过来。尤其是华英网，在今天呢刚好是四周年的晚庆啊。华英网呢，老实说，作为一个媒体啊，在北京几次开会，叫我们每个会啊多点关注网的媒体方面的力量啊，为国家。为这个会来服务啊，所以非常重视，叫我们要发展这方面的这个人才。秦科这边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就从这个办报纸，我们呢刚开始的时候他讲围桥服务，我们给他提个词，表示村委会支持他提一个这个华商会的商报，我们也第一次给他提词叫围桥服务，就他的宗旨呢围桥服务。后来他就办了华语网了。反正网的话呢，我那边又给他提过词，作为一个媒体嘛，我们应该讲是大机为重，公正为本。作为新闻媒体的话呢，公正是一个最关键的理想问题啊，提过两个词。今天呢，他有经过四年的历程啊，搞得非常不错了，现在更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公正的媒体，在这个华语网上国际上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啊，现在就不准围桥服务了。要考虑
为国分我啊，城市要提高点，因为他为了庆祝他那个党庆40周年，趁这个机会呢，我们社会表示对环境网的关注，也希望他寄予厚望啊，这个身负众望。为了这样表示，我们现在给一个小小的提示给他啊，以后他有那个公，有了搞了大那个大型的会议以后，我们再给他，我们就这样啊，先给他网上表示一下啊。就是自己环网啊40周年晚庆之后，我们意思是说，为国为侨啊，前瞻报道啊，光明正道也板着。啊，对，好，感谢啊，感谢啊，好，就是说，这个是我们这个村委会跟市侨会啊，我们村委会担负世界华侨会社团联合总部，我是名誉主席，我们陈建新会长是个副会长，啊，就是很难得的，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帮助村委会，对村委会来讲啊，为什么要讲他是这个前瞻报道呢？啊，你先出来。好，谢谢。我觉得维桥是网上应该是维国维桥，啊，但是我们给你浙江商会也送个词啊，维国维桥，啊维桥维国啊，叫做团结协作。我们参展讲好啊，我们做很多事情就是为这八个字，啊，就是维国维桥，维桥维国，啊，要团结要协作。为什么不合作呢？合作，我们桥头还没有水库，还有很多问题，很多矛盾，要协调，就是协调来合作啊。但是最好是啊，就是围桥围国，这个四个字是简单开口的祝福。作为媒体呢，我建议呢，我们村委会代表个人意见，给我们媒体，给你们各位以后我们要办报啊，要办很多宣传的，希望能够，我的意思是要报道。所以公正以外，啊，还有前瞻性。所谓前瞻性呢，就是不仅是报道一般的啊一些活动啊、等请啊、吃饭啊、媒体怎么样啊，属于挑战一般实务性的报道。要报道前瞻呢，就是国家的前瞻，报道国家的核心的那个前途的利益，国家需要我们在前面推动，作为先锋队啊，推动我们这里的侨团。核心的利益什么地方啊？所以前瞻的媒体要提前报道，抢先建立媒体呢才有水平，否则就没有。就是而且我认为呢，作为国家，作为治理这个环境里面，作为前瞻性的核心的利益，核心的呢就是从我们治理来讲是团体里面的素质水平问题，国民的水平，其实他不讲素质的水平啊，国内来讲就更需要我们国内中西两个文化的中西方的交流，多元文化，我们现在就没办法，西方不了解，他们这两个大事情，我们国内做很多事，西方媒体负面报道啊，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媒体的问题，这边就没有很多，我们都是把它报给他，所以呢，现在正面的报道没有，前瞻性报道没有，就是口号性的有。国际的报道，人家国内像经济发展版那个口气应该听不懂，他们丢来给我们，而且宣传这个空口说白用，啊，就没有他们在你那个生活里面、观念里面写出来文化的含量，底蕴不够，所以人家不了解。那是我们那个这个小专家，在那个奥运的时候大喊不中的，结果呢，西方很大震惊。从此以后呢，就要回国了，讲的前瞻性的话。所以我希望呢，媒体呢，啊，以公平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还有我们那个基金啊，谢谢马。这个现在就是华人网一爆，全球的这个媒体都关注，无论像那个，这个是他给我的，哎，四五年前。
用那个塑料的那个还不，给他一起。哎，对。